Texas is mine.大家好，啊，我是大叔，大叔今天又要来开箱，哦，上次我们是开了这个魔兽世界的冰龙，哦，阿里魔丸的魔兽世界的冰龙，哦 ，Sandra Gosa， 好，哦，然后呢，今天哦，那是上次就有预告了，这一次我们要开这个火龙，哦，火龙终于到了，火龙它飞过了，好，火龙是谁呢？哦。玩魔兽世界啊，一定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你可能不知道他的本名啊。啊，他叫奈萨里奥，奈萨里奥他是黑龙族的这个首领。哦，上次那个Sindaragosa 是这个蓝龙的，哦，蓝龙的首领的老婆，哦，算是王后了。哦，那这一只呢，他是黑龙的首领，哦，奈奥里萨。奈奥里萨是谁呢？哦，讲奈奥里萨可能不知道，我跟你讲。他是黑这个魔兽世界里面的坏人之一，而且很凶的。大家玩过魔兽就知道，哦，他就是死亡之翼，哦，死亡之翼，死亡之翼跟奈萨里奥啊，他是怎么来的哈，哦？大概讲一下。好，哦，上次好像有开过，好像有一个故事啊，大叔也讲过，哦，就是这个奈萨里奥，他本来这个魔兽世界也有五大龙族啊，守护了这个大地哈。哦啊，哦，守护了这个宇宙了哈，这个魔兽世界这个宇宙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黑龙族哦，它有什么青铜龙、红龙、蓝龙哦、黑龙哦，反正每个种族有顾他要去顾的这个范围哈，哦，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力量。然后呢，黑龙族干嘛？他是掌管大地的，就是说，哎，这边要盖座山啊，这边要变条河啊，这边要开一条不是路啦，就高高起起，起起伏伏，哦，全部都是大地之神，哦，就是这个黑龙族在管的。然后呢，在那一次的这个战争里面，哦，很多恶魔入侵，然后这个龙族里面他们制造这个叫巨龙之魂，哦，这个是终极的毁灭性武器。那这个巨龙之魂呢，要因为是毁灭性武器，所以他们要人扛得住嘛，所以他们就由这个奈奥里萨来扛这件武器。扛了这一件武器之后呢，哦，他就因为那个巨龙之魂呢，他的力量非常大，因为他就把这一件战争啊，就把这个恶魔都给消灭。但是呢，这时候，巨龙之魂啊，他的力量太大，所以呢，这个奈奥里萨他本身也扛不住那个力量，所以他全身就一直溶解。然后他有穿那个盔甲去保护，去护住那个身体嘛，不要让那个跑出来。可是哎，没办法，那个，因为它就变成好像熔岩那样子啊，哦，有没有？在游戏里面看到它的身体一直在燃烧哦，所以就变成了它身体的一部分，那个盔甲就跟它自己融在一起。我们现在有看到那个样子，哦，融在一起。然后嘞，这个后来奈奥里萨，当然了，有了这个力量之后，他就想要有权力嘛，哦，这个很多这个贪婪
都会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就自己改名字，他就把自己改成叫做死亡之翼了。哦，这个就是死亡之翼的由来。好，那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。那要李萨跟死亡之翼的这个由来，哦，是这样。那这一次这个阿里魔丸推出的这一只呢，是用这个死亡之翼的这个样子来制造的，啊，来设计的，哦，我们看到他身上还是有盔甲，哦，这边都有盔甲，哦，这个不是他护道啊，不是护斗啊，对啊，这是盔甲。因为我们刚刚讲到，因为那个巨龙之吻那个力量太大，从他身体里面一直散发出来，所以他把那个盔甲，哦，全部跟他身体融在一起，所以他就没办法脱掉那个盔甲，没办法脱了，哦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阿里魔丸做出来的，哦，也是有盔甲的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一只，哦，阿里一直还没寄来之前，阿里就一直跟我讲，大叔你一定要注意，然后一定要把灯关掉的时候好好的欣赏它。我说有什么这么特别的？他说这一次这个灯呢比上次那个冰龙更厉害。好，冰龙啊，冰龙是打开之后有那个寒冰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打开，我们来看看它的灯。好，各位有看到，好，现在虽然有开了灯，但因为我这个相机太烂，如果关了灯可能会看不清楚，我们现在开着灯看应该看得到啦。我们看到我们灯打开之后，有没有它眼睛，眼睛会发亮，而且它不是一直亮，它是呼吸灯的样子，会这样一闪一闪的，嘴巴啊，还有它这个脖子这里啊，都是一样，它有那个呼吸灯的效果，会变色啊，这样，然后就这样就会有那种熔岩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像火在烧，一下旺一下熄，一下旺这样，就有熔岩的感觉。所以啊，阿里特别哦，他特别发讯一个大叔，你拿到一定要看哦，怎样。好，所以这个特点特别要介绍给各位看。好，等一下我大叔会再拍一段哦，把灯关掉，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死亡之翼啊，奈欧里萨啊的故事，我们先讲到这边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吧。好，预备 ，Go！
Hello， 大叔回来了。好，我们刚这个看过了这个黑龙啊，黑龙的首领啊，这个死亡之翼。好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阿林他把那个这个整个形象呢，都把它完整的给它表现出来。哦，这个下巴非常的重要，玩魔兽就知道了。黑龙死亡之翼打完之后，他就会有一个下巴挂在那个一个地方去展示哦。然后这个呼吸灯更是让人家这个印象深刻，有没有？他可以这样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忽面忽亮，然后就可以展现出那个龙眼那一种火在烧的那种感觉，好，非常的不错的一个表现手法，好。然后呢，上次我们开的是这个Cinderella Gosa 哦，冰龙就是蓝龙哦，他的蓝龙的首领的老婆哦，然后呢，基本上他是被他打死，所以我现在这两只把它摆在这，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打架。基本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巨龙之魂哦，他有这个能力之后，然后他打完恶魔之后，他不想把这个能力释放掉啊，然后他就反抗嘛，因为其他龙族有那个圆盘啊什么的，我忘记那时候玩那游戏有那个东西，然后呢，他不要啊，他不要归还这个力量，所以他就反叛了，哦，就反叛龙族，然后那时候最先发案就是蓝龙，那蓝龙就很可惜，哦，就被他灭了，哦，蓝龙族就被他灭了，哦，就是他啦，他杀死他，哦，你不要打架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一次一样的哈，谢谢这个阿林哦，我们知道这只冰龙跟这个火龙哈，一样，它都是做了66只哦，它只有限量做66只，然后呢，阿林都帮大叔安排的天字第一号，他是一号，他也是一号，天字第一号刚好成双成对，好，哦，然后这两只呢，阿林都有帮大叔签名，好，哦，非常的感谢，好，哦，而且他签名是这个1月1号，就是2020年的1月1号，哦，然后这一只，哦，这一只是2019年的12月30号，还好不是12月31号，不然就刚好差一点。不过这个刚好在去年年尾，这个在今年年初，哦，非常的有意义。好，哦，谢谢啊，阿里。好，然后这两只呢，哦，就是这一次这个阿里魔丸哈，哦，他们所推出的这个壁挂系列哈，哦，可以挂在墙壁上。虽然它有送座，因为有人要钉在墙壁不是那么方便可以钉，所以呢，它有用座，你可以也放在桌上，非常的为我们这些收藏家来着想，哦，非常的好。好，好，那现在大叔就要烦恼这两只要放在哪里，看是要吊起来呢，还是放在那个架子上面？可是我想哦，我老婆可能会疯掉，一次给她挂两只在家里啊。好，大叔再来想办法吧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疯狂大叔玩具仓库的玩具开箱，哦，我们介绍的是阿林魔丸的这个两个龙头壁挂，哦，死亡之翼的壁挂，再加上冰龙的壁挂，好，好，那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好，下次有时间再去收看我们疯狂大叔，玩具仓库的玩具开箱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